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快回去，快回去，兰姐儿！额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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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了点过失，被罚来当几天差。 额娘，明天就要回去了。额娘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我要马上离开京城，赶回准噶儿。我要领着阿弥达骑兵造反，像当年噶尔丹那样打回北京城。兰姐儿。